那老高被蓝圈妈妈踢爆抄袭，那我稍微看了一下比对啊，确实是抄袭，而且手法呢，和我差不多的拙劣，都是完整复制。那你把别人整理好的客观事实复制贴上，就是抄袭啊。所以这篇文在我看来是有点转移焦点了。最扯的是这些智障观众，那当初我抄袭被骂得跟狗一样，现在老高抄袭，大家说什么啊？反正我就喜欢看他，他说故事很有魅力啊。就是一群双标仔，所以我在这边宣布，我正式向老高约战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尼克星。那老高被蓝圈妈妈踢爆抄袭，那这件事情没有人有资格说什么，最有资格评论就是我尼克星啊。毕竟抄袭界有谁不认识我阿星？那这件事情我怎么看？那我稍微看了一下比对啊，确实是抄袭，而且手法呢和我差不多的拙劣，都是完整复制。原来老高也是卡卡西流派，那我身为抄袭界的前辈，老高在想什么？我通通知道。那我来跟大家剖析一下，其实老高的想法，他为了上片的快速，所以呢选择整段照抄，因为这样最快、最不花时间，而且又可以保证每期的片子都很有质量。全部抄袭之后，后面再加一点自己的东西，这样即使被抓的时候还有后路，可以说，我后面其实还是有融入自己的东西。但其实讲老实话啦，你后来有加自己的东西，还是抄袭啦。尼克星认证的抄袭，就真的是抄袭。那这个就像什么？你被黑人说你很爱装熟，那你真的很爱装熟。你被 Toys 说没有道德底线，那还真没有道德底线。NONO 说你很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老高在被踢爆后是怎么样回应的。1+1=2，也不是我创的。这个回应我怎么感觉也是似曾相识啊？运动是万变不离其宗，教学原理都是大同小异的。抄袭就算了，连我踢爆后的解释也要抄。但其实我们在这则声明有看到很厉害的一点是，他说所有内容和资料都来自于网络和书籍。那其实这一点是和我不一样的地方。老高承认啊，所有东西都是来自于网络和书籍。我觉得我有可能就是没讲到这一点，才被骂这么惨。我还看到一个点，现在大家是在说你抄袭，不是说你不是原创。那我来跟大家解释抄袭的意思是什么？抄袭的意思就是复制贴上，一模一样，也就是卡卡西的招式。那你把别人整理好的客观事实复制贴上，就是抄袭啊。所以这篇文在我看来是有点转移焦点了。那最扯的是这些智障观众啊！那当初我抄袭被骂得跟狗一样，现在老高抄袭，大家说什么啊？反正我就喜欢看他，他说故事很有魅力啊。这是一群双标仔。我讲句老实的，我跟老高最大的差别就是他粉丝基数太多了。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身边没有小莫，要是有小莫，我可能就不会被追成这样。开放报名，我现在真的是越想越气，搞什么？为什么老高没事啊？像我。我是被网友骂爆，接着和原作者道歉赔偿，然后还出来打拳赛，还稍微驳回那么一点点啊。我觉得我做那么多事，老高绝对不能这样安全下庄，不然这世界太没天理了。老高至少要出来打拳赛才合理。所以我在这边宣布，我正式向老高约战。那我也正式的封老高为说书界的尼克星。抄袭太可耻了，还走我以前的老路，还不道歉，那我看不下去了，我要替说书界出一口气。我正式约战你老高，你抄袭的功力和嚣张的嘴脸，我想和我是不分轩轾。那我们来看看谁才是卡卡西真正的传人。我要用抄袭之拳打醒你。如果你接战的话，请在8月11号以前回复我，因为8月11号以前我正好在日，那不要太晚回复我，因为我睡啦。那如果不接受我的约战的话，也没有关系，但有个条件。你跟叉鸡打一场拳赛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帮你训练。叉鸡的话，一定是由拳击小白那边训练。那这样又有一场说书界的对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，是我爸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！Happy birthday! Happy birthday to you!
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歌就在这里。